怎么回事？听说里面死人了。别看了，靠边靠边。无明显外伤，初步断定死因为心脏衰竭，具体还要等实验室进一步分析。尸体上还是那个标志？没错，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起了吧。姚组长，情况怎么样？跟之前两名死者一样，死因都是心脏衰竭，不排除中毒。死后眼睛和嘴都被棉线缝住，耳鼻被灌了蜂蜡。滨江中学高二五班陈玲。小张，叫人去滨江高中核查一下死者身份，并通知家属。另外，我要三天内附近所有监控资料。是，前队。如果是同一个人做的，那尸体腹中应该也有写着怪字的纸条，不过这回是什么字还要等解剖后才能得知。好，解剖取出字条后马上通知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前队，我来晚了。哟，王菠萝。小花伞挺时尚啊。苗姐别取笑我了，早上赶时间跟我妹的包拿串了。这伞和奶茶都是偷她的。王伯禄，你迟到了。哎，对不起啊前队，因为刚才在路上碰见李局了，所以被抓住聊了几句。哦，对了，他说下着雨他就不过来现场了。切，路都懒得走，他不如干脆退休算了。国民心理健康局不健全犯罪科童瑞宇。对对对，李局说这个滕科长是个神探，精通周易八卦、奇门方术，案件上碰到离奇不解之事都可以去咨询他。哼，神探神棍还差不多。嗯，这是什么？哦，李局长说这是滕科长听完案情后在名片上随便画的，说是戴在身上有助于破案呢。哼，可笑，要是靠画符就能破案，还要我们调查组干什么？嗯，这李局真是老糊涂了，我们调查组什么时候沦落到要跟这种神棍打交道？钱队长别生气，李局长也是好意嘛。啊，谁允许你在犯罪现场吃东西的？啊，就算是新人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吗？刚喝了一口我的红豆珍珠波霸奶茶。哦，对了前队，那个小姑娘是谁啊？怎么在这种地方？嗯，什么姑娘？就在那里啊。王伯洛，你在说什么？那边根本没人。有啊，她穿着滨江的校服还在跟我招手呢。王伯洛，你怎么了？王伯洛，王伯洛，救护车！哎，怎么回事？王伯洛说完看见穿滨江校服的姑娘就晕倒了。该不会跟这案子有什么关系？你们有空在这里扯淡，不如赶紧把王伯洛吃过的东西拿去化验。是，钱队长。钱队长，钱队，尸体腹中的字条取出来了，字样照片在这儿。这是，上来。啊，钱队，怎么了？果然一样，他是怎么知道的？滕瑞宇。小张，我们去见见这个滕科长。是，前队。
钱队长，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滕科长，这件事关乎我下属的性命，请你务必跟我去一趟现场。喂，喂，竟然挂了，怎么办啊，钱队？这位滕科长我调查过，因严重洁癖强迫症才病休在家，正常手段是不可能让他出门的。小张，你闻没闻到里面有股烧焦的味道？啊？去，拿个梯子。是，钱队。滕瑞宇，我怀疑你家楼下失火，见义勇为人人有责，现在我有义务把你从危险中救出来。你这是擅闯民宅，我要告你。等你帮我查完这个案子，想怎么告都随便你。查案？我说过吧，我不喜欢出门。钱队长你请回吧。好，那就不出门。出窗。你是野人吗？不行，我刚吃完安眠药，没力气，走不动路。哦，啊，哎，你干什么？这样就不用走了。你想摔死我吗？那走门。放我下来，我不要出去。你不是刚吃了安眠药走不动路吗？怎么还活蹦乱跳的？细菌，好多细菌。别挣扎了，反正你已经被污染了。小张，开车门。哼，破现代啊，你们调查组就配这种破车。不好意思，回头一定给您配一个顶配三蹦子。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事关人命，您这也不是救人的态度。小张，开车。关别人的命又不关我的命，我有什么好在乎的？录音笔，等等，这是我的声音。对对对，李局说这个滕科长是个神探，精通周易八卦、奇门方术，案件上碰到离奇不解之事，都可以去咨询他。神探，神棍还差不多。这李局真是老糊涂了。我们调查组什么时候沦落到要跟这种神棍打交道了？这是我跟王不落的对话，怎么会？反正我就是个神棍。对不对啊，钱队长？这是窃听器。你这是什么意思？还满意吗？新款玫瑰金的。滕瑞宇，你不仅在案发之前就知道死者腹中字条上的符号，还在调查者身上安装窃听器。你如果不解释清楚，我有理由怀疑你跟案件有关。哼，解释？我就是解释了，你这粗人也未必听得懂。我行不行，不试试怎么知道？不用了，就你这，我可不想试。你好了，说正事。你那个下属昏倒前说他看见一个姑娘向他招手，是不是这样？有啊，他穿着滨江的校服还在跟我招手呢。他不是在招手，而是在比武。武？没错，在殷商甲骨占卜的世书中，武就写作这样。世书，那是什么？唉，跟文盲说话真麻烦啊。世书，那是什么？商代世书，不同于现代阴阳二爻，而是以六个数字组成的复杂数字卦，且不用二三四，故为一、五、六、七、八、九这六个数字的并列组合。
哦，就像彩票算命的。这叫方数学。总之，不管凶手是谁，应该是个精通方数学的人。你的意思是说，凶手在占卜？不，恰恰相反，凶手在按照特定的占卜结果杀人。手给我。嗯？根据李局长给我看过的档案，这是之前两个死者腹内发现的两个符号，这是第三个。这三个符号在试数中的意思分别是六、九和五。六九五有什么含义吗？哼，想知道的话就把手铐解开。前队，医院到了。那就再靠会儿吧，等看完小王再说。疼，你轻点。就不能轻点吗？我自己会走的。王伯洛怎么样了？前队，患者疑似中毒引起心力衰竭，仍在昏迷中，但需要明确毒物才能确定对应治疗方案。前队，这是王伯洛喝的那杯奶茶的化验结果。磷酸钙和少量重金属元素，这是什么意思？是骨灰。什么？意思是奶茶里有骨灰。哼，有点意思。磷酸钙和极微量的重金属盐正是骨灰的主要成分。骨灰有毒吗？不，虽然奶茶里有骨灰很诡异，但骨灰本身却是无毒的。嗯，苗小姐说的对，骨灰奶茶无毒，毒物应该另有其他。如果想救人，必须在12小时内明确中毒物。既然奶茶无毒，那骨灰的事回头再说。当务之急是救人，必须先找到毒物。要知道中毒方式才能查出毒物。那王波罗到底是怎么中毒的呢？关于这个，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在患者的口腔内发现有奇怪的环形伤口。这是什么？开放性伤口，也就是说是血液毒素，也就是说王伯洛有可能不是因为喝了奶茶，而是通过这伤口的血液接触中毒的。没错，但是这样的话毒素的范围就更大了。所以就算找到伤口，还是没法知道毒物到底是什么吗？是，抱歉。嗯。啊，你干什么？虽然下毒的手段还不清楚，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堪伯疗法听说过吗？那是什么？说人话。手铐解开。切，好痛。哼，说吧。堪伯疗法是流行于美洲的一种灵修仪式。亚马逊的萨满相信堪伯疗法可以净化身体，甚至通灵。通灵？哼，又开始了。这跟王伯洛中的毒到底有什么关系？王伯洛身上这种形状特殊的伤口叫做轮，象征着生命的循环，就是堪伯疗法中常用的。先用点燃的焚香烫伤皮肤，再涂上树蛙毒，这样能使毒液直接接触血液，加强致幻的效果。没错，堪伯疗法通灵的真相就是见毒树蛙解。啊，确实有可能，症状也符合。由于这种蛙在国内很少见，所以初期筛查也很难检测出来。我这边马上联系相关专家确认治疗方案。那就辛苦陈医生了。哪里，我们愿一直多受苗家照顾，这是应该的。没想到你还懂这些。不赌同源，要毒一家。怎么了？意外吗？那我这个神棍应该跳个大神烧个符给他喝吗？可是从没听说王波罗有灵修的习惯，怎么会有这种伤口呢？这我就不知道了，这是你们调查组该调查的事。不过我建议你们去查查那个王波罗的妹妹，她也是滨江中学的，对吧？困了，你们俩，我回去睡觉了。
我办公室有床，跟我回办公室睡吧。啊？小张，我举例。去办公室睡。一个月内三名被害者，蔡小芝、董思佳、陈玲，都来自滨江中学。三名被害人眼睛和嘴都被棉线缝住，耳鼻被灌了风了，尸体腹中有写着奇怪符号的字条。都说了，那是噬术，不是什么奇怪的符号。困死了，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去睡觉？那个，这位是？这位是李局请来协助办案的专家，滕科长。小张，案发路边的监控调查如何？是，跟之前两起一样，案发当日的录像莫名其妙地被删去了。钱队，刚才医院来消息，王伯洛已经脱离危险了。嗯，那就好。王伯洛中毒一事，跟案件似乎有着隐约的联系。于情于理，目前只有从这儿下手了。钱队，王伯洛的妹妹王冉冉带到了。好的，我这就过去。滕瑞宇，嗯，你跟我一起过去。啊？为什么？关于符号的事，等会儿还有话要问你。我哥他怎么样了？王伯洛已经脱离危险。幸好。冉冉，你不要害怕，我们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嗯，只是了解一些情况。嗯，好的。王伯洛今早错拿了你的书包，里面有一杯奶茶，那杯奶茶里却检查出骨灰的成分。什么骨灰？冉冉，那杯奶茶是哪儿来的？据刚才王冉冉所说，奶茶本来是他买给自己的，只是恰巧被王伯洛拿去。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凶手真正想害的人其实是王冉冉。另外，奶茶店也调查过了，老板确实对奶茶里的骨灰毫不知情。现在这件事还有三个疑点。第一，王伯洛舌头上的伤口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据刚才王冉冉所说，将海纳点在舌头上就能得到祝福，是最近学校里女生间流行的游戏。王冉冉与王伯洛兄妹关系很好，于是开玩笑的给王伯洛也点了。都怪我，我哥才。可是海纳本身无毒，学校里很多人都点了，也没什么事，为何只有王伯洛会出现伤口？的确，海纳是一种传统印度染料，常用来做新娘的临时纹身，本身是无毒的。只是王冉冉不知道他所用的海纳是黑色海纳。黑色海纳？红棕色的海纳常用来做新娘的临时纹身，有祈福之意，而黑色海纳却与天然海纳不同，为着色添加了对苯二胺，可以对皮肤造成轻度的化学烧伤，不过效果因人而异。王伯洛可能过敏更严重，而伤口在直接接触树蛙毒液，才造成了王伯洛中毒事件。这人脑子里到底是怎么装进这么多有的没的知识？不过还剩下两个疑点，凶手的动机和作案手法，以及最重要的，凶手的身份还是不清楚。王冉冉与前三位死者互不相识，但都是滨江中学的学生，看来只有从学校入手了。现在已经三点多了，你先在我办公室睡三个小时，天一亮我们就去滨江中学。我们？我什么时候答应你要继续跟这案子了？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要继续跟这案子了？我这个神棍救了你的下属，已经仁至义尽了，还想怎样？谢谢你救了王伯洛，之前武断地说你是神棍，是我的错，我向你道歉。但此案事关几条人命，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好，说到底，破案是你自己的事，与我无关。我为什么要帮你啊？三名未成年的少女被杀害，难道你无动于衷吗？这世上每天都有人死于非命，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而已，我没义务个个都操心。你觉得有人死于非命是自然规律？当然，不仅凶杀，就连死亡更多的战争，都是人类社会的正常且必要的自控现象。如果没有这些，社会也无从存在了。虽然政治不正确，但这是事实。如果你觉得没法接受，那你只是无法理智地面对社会规律，而导致……喂！如果没有人去出生入死，你根本没有命站在这里跟我谈什么规律。你说的没错，我只是说规律的必然，并没有说死亡没有价值。只是抱歉，我这个人很麻木，确实没有那么丰富的感情。至于破案，那毕竟是你们调查组的事，我只是个弱小的平民而已，恕我无能为力，再见。哼，弱小的平民，你的档案上可不是这么说的。滕瑞宇，前二级调查员，出身侦探世家，表面上假托因洁癖病休在家，实际上是因被诊断重度焦虑抑郁，有精神分裂倾向，沉迷方术并出现幻觉，被地方勒令停职。滕瑞宇，你并不是对人命冷漠的人，你是在害怕什么？如果你真的像你自己说的那么冷漠，对案件完全不在乎的话，那一开始又何必要在名片里放窃听器呢？哦，前队查案不怎么样，查我病历倒是上心啊。原来前队长擅长探人底细。你枪手，我等。果然。什么？这是可乐？没错，可乐和曼妥斯。爸，怎么样？听起来很像枪声吧？为什么要做这种无聊的把戏？很好玩吗？我只是想验证一个猜想而已。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如果没猜错的话，你上过战场吧？哦，你怎么看出来的？普通人在说地方这个词时，方字通常都是轻声，而刚刚你却是重声。一般只有上过战场的人才会有把军队以外的地方通称为地方的特有习惯。还有你戴的那块表是军用表，叫战神军表，上面的标志是海豹部队的标志。这种机械军表虽然价格只有几百块，在军队里却常作为战友之间互赠的礼物。了解的还挺多，我是当过兵没错，那又怎样？你究竟想说什么？你刚才抬手露出了表链接口处刻着的字 RIP Rest in Peace， 说明送你这块表的人已经死了，而字迹又非常粗糙，大概是你为了纪念送表的人自己手刻上去的。之前我就奇怪，作为一线队长来说，你只有不到30岁，按资历实在过于年轻，但如果是连军龄也算上，退伍后因重大军功被分配到地方单位的话，这样一切就都讲得通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哼，战友牺牲了，自己却因军功受到表彰，那种感觉不好受吧？秦聪，谁都有不愿意提的过去，不是只有你会调查别人。如果你想拿我的过去来绑架我，那我也不会客气，没人能逼我做不想做的事。不，你错了，我不是不愿意提起过去，相反，我必须一直记得。
我不是不愿意提起过去，相反，我必须一直记得，我必须一直记着，记着枪的声音，血的颜色。接着早上还为了偷藏两块武艺包的劣质葡萄烟，林正，跟你嬉皮笑脸耍赖的小屁孩，你背后藏的是什么？拿出来。哎，班长，您就放我一马吧。要不，班长你也来一根。熟悉的人突然就不会再说话，也不会动了。小妖，醒醒！再回去给你买黄鹤楼，买他一箱。小妖。吸着一口气做300个俯卧撑，眼都不眨的全连体能冠军。哇！300！哇！你是啊！转眼就被炸的只剩半个身子，哭着跟我喊：“班长，我怎么……”而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已经不想再看见活生生的人变成尸体。那何必来当天天看死人的调查员呢？有的是安逸的机关单位可去。难道就因为你努力查案，世界上就没有凶杀，不会再死人了吗？人要承认自己的局限性，世界是不会改变的。明明有 PTSD， 何必要折磨自己？还不如放过自己。我16岁就当大头兵，没念过几天书，不明白你说的什么局限性那些道理。我只知道，既然不愿看到死亡，就要亲手抗争。那你呢，童瑞宇？如果不是3年前你弟弟玩见鬼游戏出事，你也不会沉迷研究方术，变成现在这样吧。李局长与你家是世交，他都告诉我了。同父异母而已，也没有多亲戚。怎么，这又是你调查的？算是吧。你刚才说的对，谁都有过去，只不过我选择面对，而你选择逃避。我不逼你，走吧，我送你回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喂，李叔，你上回说的那件事，我答应。哎，千队，滕科长呢？怎么没一起来啊？送回去了。既然他不愿意，我千错也不勉强。哎，你们快看，那辆车是谁的呀？怎么这么豪华？哎，怎么回事啊？哇，好厉害啊！车呀！哇塞，啥车啊？哎呦，我在游戏里见过。切，又是跑车？你懂什么？这可比跑车贵多了。老板，到了。哦，是滕科长。是谁啊？在哪里来的大帅哥？怎么回事啊？什么美啊？怎么帅呀？你怎么来了？哦，你还不知道吗？调令21号，可是今天才20号啊。李局那个老糊涂。哇，这什么黑科技啊，进击的老人机。总之以后就是同事了。不过我有条件，虽然你是专案组长，但我与你并不是从属关系。第一，不准质疑我的办案方式。第二，不准调查我的私事。第三，你说话总带着烟味儿啊！不要再让我闻到烟味儿。好吧，只要能破案，这些我都答应你。不过我也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为什么又决定回来？愚公移山，夸父追日，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人之所以为人也。你最好不要让我失望，千错。是刚才的调查组，又出什么事了吗？他们很大哎！关于海纳的传说，从来没听说过点在舌头上的用法，形状又与堪布疗法雷同，而且特意要求用容易引发皮损的黑色海纳，散布者实在可疑。小张，你去向学生调查一下海纳传说的来源和死者关系。明白，前队。关于奶茶里的骨灰，虽然老板排除了嫌疑，也没有作案动机，但不排除中间的环节有问题，我们还是应该亲自再去一趟奶茶店。苗小姐，多谢令尊对我校健脑计划的捐赠，让学生们免费每日吃上进口营养品，还请苗小姐转达毕校的谢意。哪里哪里，何校长您客气了。苗秀思，你怎么在这儿？哟，前队滕科长，法医那边暂时没事儿，毕竟王波罗出事儿跟这案子有关，我就过来看看能帮上什么忙，顺便跟熟人打个招呼。啊，这位是何校长，这位是我们队长钱错。你好。你好。钱队长你好，我们已经把相关的学生都叫到教务处了，有什么事尽管问，希望能尽快破案，还校园安宁。辛苦了，我这边还有校务在身，先告辞了。麻烦何校长。哟，棒棒糖好吃吗？切，你要是想帮忙，就跟小张找女生们问话去吧。你也是女性，毕竟好说话些。我和滕科长去一趟门口的奶茶店。等等。等会儿问话的时候，能不能？啊？哦，哦，嘿嘿，没想到你还有这种癖好啊，小老弟。不过你救了王菠萝，我就帮你一回。拜托了。你们说什么呢？等会儿就知道了，走吧。方晴，王然然说黑色海纳是从你这拿的，你又是从哪儿得到的？网上买的，某宝上就有卖的，大家都买了，我自己也涂了，你看。那么你是从哪儿听到海纳纹身能获得幸福的传言？是薛文告诉我的，不过薛文也是从别处听来的，而且传说不是获得幸福，而是能得到喜欢的人注意哦，很灵验的。姐姐，看你样子还没有男朋友吧，要不要也试试？苗姐冷静，前队特意嘱咐过，一切细节和人际关系都不要遗漏，说不定和案件有关呢。说重点，那薛文又是怎么知道的？哦，是这样的，小文当时喜欢隔壁班的体育委员明翰，但是明翰喜欢的是他们班的班长何诗雨，还天天给诗雨买奶茶，可是诗雨根本就不喜欢明翰。明翰又帅，成绩好，家庭条件也不错，诗雨到底为什么不喜欢明翰呢？其实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观点，你们可别跟别人说是我说的，诗雨喜欢的其实是女孩子。啊，好想念死人啊。不过去店里吗？王然然那天晚上放学买完奶茶直接回家，直到第二天早上奶茶被王伯洛拿走，中间没有经过任何其他人的手，所以问题一定出在奶茶店，只是现在还不知道哪里被人做了手脚，所以要观察奶茶店营业和顾客们。没想到你居然比我想象中的聪明那么一点，还不算太草包。趁这会儿你心情好，上回你说的试试问题，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第三个死者服中字条是我的？现在该告诉我了吧？你之前说过，有人按照特定的占卜结果在杀人，
是怎么回事？不，恰恰相反，凶手在按照特定的占卜结果杀人。没错，前面三个死者腹中已经出现的试数分别是六、九、五，而六九五七一一是一组著名的卦象。没错，前面三个死者腹中已经出现的试数分别是六、九、五，而六九五七一一是一组著名的卦象。这组卦象怎么解？什么意思？可惜，这个我也不知道。哦，李局说你精通周易六爻，还有连你也不知道的事吗？我说过，伤势和六爻根本是两码事，以后再给你科普吧。总之，自从始皇焚书，使连山和龟藏失传后，没人知道商代世术的真正解法。虽然学界和民间有种种猜测和伪作，但都不足为信。不过，这组特殊卦象本来就不是用来占卜的，而是用来布阵的。布阵？这组卦象最早记载于商代，出现在1973年河南安阳小屯南地出土的卜骨上。此卦象出世后不久，人吟真月又直，意思是发生了月食。野史相传为商王无以续命，指天象大异。至于把死者七窍缝住，是为了封魂。一直以来，有邪术家相信，若能效仿商王此阵，以人为祭，即可断魂续命。因此，按照这组特定世数布下的阵法，叫七尸还阳阵。啊，我明白了，就像七龙珠那样，集齐七颗人头，可以召唤复活术。钱队长，你这手下的思想很危险啊。小张，你怎么过来了？不是叫你跟学生问话去吗？啊，那个，跟学生谈话用了点小手段，提前完事了。磨磨唧唧的，烦死了！给我用 rap 十倍速，三分钟以内说清楚。一二三，开始。是长官。海纳的传说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但是跟何诗雨出车祸时间差不多的样子。对了，明翰追诗雨的这件事，该不会因为诗雨是何校长的女儿吧？这可是个大八卦，千万不能对别人说哦。哇，苗秀私人呢？苗姐去办刚才滕科长交代的那件事了，等会儿就过来。不过，这种阵法真的有用吗？难道世界上真的有鬼啊？鬼神阵法我不信，我只信杀人偿命。不管你信不信方叔，反正凶手信，至少杀人的动机应该是幻想通过杀人来复活某人。哎，那不是王然然吗？呀，明翰，来给诗雨买奶茶呀。他自己不方便走动，把药包放奶茶里能好喝一点。是，怎么了？不，没什么。哇，居然还有人敢来买奶茶！骨灰奶茶的事还没有外传，学生们并不知道。刚才王然然欲言又止，大概是想提醒对方吧。说起来，这个挂件还是诗雨送我的呢。可惜诗雨出车祸骨折之后，就不怎么理我。他就是那种下要强的脾气，你别放在心上。帮我转告诗雨，等他腿好了再一起去逛街。明翰，你忘拿吸管了。诗雨一向不爱用吸管的，他还在等我，我先走了啊。明翰，怎么这么慢？诗雨，王冉冉在那边，不打个招呼吗？用不着他们可怜。走。原来是这样。怎么了？你又想到什么了吗？喂，苗秀思，你人呢？什么？又出事了？挺住，心如镜马上拿来了。对不起，
我不知道风琴有哮喘。就算是询问，也不该把我的学生逼成这样吧。何校长，这是怎么回事？我刚才进来发现方琴居然被你们逼问到哮喘发作，你们调查组实在是太过分了。对不起，我刚才离开时他还好好的。阿浅，方琴的吸入剂拿来了。等等，这个吸入剂如果给他用了才是真的没命。这个吸入剂如果给他用了才是真的没命了。什么意思？你是说吸入剂有问题吗？不光吸入剂有问题，就连突然发病本身也有问题。别自责了，方晴的哮喘和你根本就没有关系。啊，我刚才已经叫了救护车，要想救人的话，所有人都给我从屋里出来，立刻马上。方晴已经送到医院了，暂无大碍，吸入剂也已经送去检验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为什么突然要我们开会？那个，我奶茶店门还没锁呢。请问为啥我也在这儿啊？滕瑞宇，我已经照你说的，把所有相关人员都集合在这儿了。你到底是卖的什么关子？现在可以解释了吗？把手铐准备好吧，前队。什么意思？你知道凶手是谁了吗？是指哮喘这次吗？还是全部事件？当然，目前所有的信息都齐了。不过，为了让你们跟上思路，还是从头一样一样解释吧。整个骨灰奶茶的作案手法有以下三个疑点：第一，王伯洛是怎么中毒的；第二，尸体腹中的字条；第三，奶茶里的骨灰是怎么来的？磷酸钙和极微量的重金属盐正是骨灰的主要成分。首先，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毒是怎么下的？信息呼之欲出，想必各位心里已经有数，应该不必细说了。不，我没数。那个，我也没数，还是解释一下吧。三名被害者互不相识，我们一直在思考凶手是如何选定这三名被害者的，然而答案其实不是选定，而是随机。这是一个有限随机杀人机关，由海纳传说和有毒吸管两个部分组成。吸管？有机啥？一般吸管上有两头，尖头朝下用来刺破包装，圆口朝上接触口腔。凶手只要先在吸管的圆头外圈沾上毒液，用烫发夹板加热粘好包装，再把有毒的吸管混入奶茶店柜台的吸管盒中，就能造成随机投毒。这样奶茶不会被毒物污染，就算送去检测也很少会检测吸管口这么微妙的位置，难以查出毒物来源。当时情况紧急，确实没有检查过吸管。可是为什么要做这么曲折呢？只是下毒的话，明明有更简单的方法吧。哼，所以说像你这种榆木脑袋，如果去犯罪的话，大概第一天就去监狱报到了。凶手这么做可以做到不在场，与被害人无任何接触，被害人随机，凶手身份也就更难锁定。等等，你这个说法有一个关键的矛盾之处。哦，有什么矛盾呢？说来听听。字条，被害人腹内都有写了符号的字条，这可是你刚才自己说的。没错，字条和随机投毒有什么矛盾吗？当然有，如果真像你说的随机投毒，也就是说连凶手自己事先都不知道中毒的人会是谁，如果凶手都不知道谁会被害，那凶手又如何提前让特定的受害人吃下字条呢？这确实，字条在胃部深处，只有活着时才能吞下，应该是在中毒之前就吃下去的。苗姐，你咋帮着外人说话呀？哼，话说回来，我们跟案子又没关系，为什么要在这陪你们过家家，浪费时间。诗雨，不许这么说话。请配合调查，
滕科长是优秀的侦探，既然提出就一定会给出解释，我相信滕科长。哼，字条吗？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何诗雨，你刚才问如何才能事先让特定的受害者吃下字条，这当然做不到了。但是要想让特定的被害人吃下字条，必须要事先知道死者，这根本就是思维陷阱。因为不需要特定，只要让所有人都吃下一模一样的字条就好了。什么？因为不需要特定，只要让所有人都吃下一模一样的字条就好了。死者腹中有字条，不等于只有死者的腹中有字条。只要让所有人吃下一样的字条，则特定受害人腹中一定会有字条。然而根本没有人会去解剖活人的肚子，所以自然会认为只有死者事先吃过字条。可是光是让受害者吃下字条就已经很离谱了，让所有人吃下同样的字条，这要怎么做到？答案很简单，还记不记得我刚才说过，这是一个有限随机杀人机关。明明买奶茶的校外人也不少，可为什么死者却全是滨江中学的学生呢？换句话说，要用什么办法能让所有滨江中学的学生毫无防备地完整吞下一张纸呢？哦，你想说的该不会是那个？等会儿问话的时候能不能啊？哦哦，没想到你还有这种癖好啊，小老弟。不过你救了王菠萝，我就帮你一回。拜托了，苗秀思，我当时拜托你找的那样东西，找到了吗？哦，找到了。我当时还以为你想偷药吃来着。那在这儿呢。啊，这不是健脑计划发的保健品吗？没错，这是9月18号发放给学生之后剩下的药品，也就是第三个死者案发前一天。证据就在这里。还记得这个吗？这个符号。我刚才说过，这个有限随机杀人机关是由有毒吸管和海纳传说这两个部分构成，而海纳传说其实是一个筛选机制，而筛选的目的就是这个。箭毒舒阿碱是血液毒素，只有口腔内有伤口才会致命。之前三个死者的尸体死后被有意破坏了七窍口腔，表面是为了封魂，实际上是为了掩饰口腔中海纳造成的伤口痕迹。凶手故意在校内散布海纳传说，就是为了将受害者的范围锁定在听说过传说的学生中，而所有学生都吃过健脑计划的胶囊，这样不管是谁被害，腹内都会有一样的字条。怎么样，这个逻辑还有什么矛盾吗？可是凶手到底为什么不惜费这么多事非要执着于字条呢？当然是为了欺师还阳阵的仪式。这个仪式分为三部分，包括被献祭的祭品、封在祭品体内的噬术字条，以及一项最重要的东西。是骨灰吗？没错，这也就是案件的最后一个疑点，奶茶里的骨灰是怎么来的，或者说骨灰是谁的？奶茶店大叔，明翰。是，在。接下来问你们几个问题，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哦，好。好的。明翰，你每次来帮何诗雨买奶茶，是不是自带茶包？是，茶包里是治腿伤的中药，诗雨怕苦，放奶茶里会好喝一点。幸亏我们一直是自带茶包，不然诗雨说不定也中骨灰奶茶的招了，太吓人了。老板，王然然来买奶茶那天，明翰也来了吗？啊，是，他每天都来，那天是在王然然之前几分钟来的，不过我以为跟案件没什么关系，就没特意提。那么最后一个问题，那个茶包，你有没有可能拿串？这，什么意思啊？你该不会想说，茶包里有，不，
不可能，那个茶包是世宇给自己喝的，怎么会自己害自己呢？这位调查官，你怎么能乱怀疑人呢？李明翰，请你冷静。可是抱歉，是我太激动了。可是我们只是普通学生，家里又没有什么人去世，上哪去搞什么骨灰啊？嗯，确实，根据调查，除了三名被害人，并没有相关人员去世，而三名被害人的尸体都未火化。如果我们怀疑人家，不光要有推理，还需要动机和证据。动机和证据吗？骨灰是谁的？这件事就关系到凶手的真正动机。骨灰是谁的？这件事就关系到凶手的真正动机。你的意思是？谁说骨灰一定是死人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何诗雨，你腿上的石膏里面是空的吧？你说石膏里是空的，意思难道是自己吃自己的骨灰？这种事情已经超越人类的范围了。如果我说错了，大可现场验证一下，只要拆下石膏便知。不必了。诗雨，你说的没错，够了，我已经装得够久了。石膏里是空的，我左腿不是骨折，而是截肢。什么？诗雨，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何诗雨行动不便，要如何实施这些复杂的作案手段呢？不，你误会了，凶手并不是何诗雨，他刚才只是想保护某人，真凶另有其人。吃什么补什么，原汤化原食，不是吗？何校长，能在剑脑计划的胶囊上做手脚的人屈指可数，然而最大的破绽是因为你想杀方琴灭口。啊！实验室来消息，方琴的吸入剂上发现箭毒树蛙碱。果然，可这次手段明显与之前不同，不是随机，而是特意要害方琴。动机到底是什么？刚才小张询问方琴的笔录，里面提到这样一句话：海娜的传说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但是跟何诗雨出车祸时间差不多的样子。对了，明翰追诗雨的这件事，该不会因为诗雨是何校长的女儿吧？这可是个大八卦，千万不能对别人说哦。方晴的笔录上说何诗雨是何校长的女儿。什么？诗雨是何校长的女儿？哎，你们都不知道吗？看，问题就出在这里。确实，一直以来何校长从未对我们提及与何诗雨的关系，为什么？你们也没问过不是吗？可是连跟诗雨最亲近的明翰都不知道，因为某种原因，两人的母女关系在校内是被刻意隐瞒的。那么与何诗雨毫无交情的方晴又是从谁的口中得知的？另外，关于海娜，方晴说自己是从别人处听说的，然而根据笔录中的描述，方晴口中的纹身却比其他人的都要陈旧，已经接近愈合了。方晴明明比别人更早知道海娜传说，关于海娜传说的起源，方晴为什么要撒谎？她与何校长又有什么关系？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答案只有一个：海娜的传说就是何校长亲自授意方晴散布的，所以才要灭口。年轻人想象力真丰富，刚才这位前队长也说了，破案要讲证据，你们有什么确凿证据证明是我做的吗？当然有。方琴患有哮喘，哮喘的过敏源通常有花粉、灰尘还有香水，只要事先在吸入剂上下毒，再喷上香水去接近方琴，就能造成方晴因为哮喘并发而死的假象，还能把这件事嫁祸在调查组头上，一举两得。确实，刚才屋子里的确有一丝香水味，看你打喷嚏才注意到。
阿珍。苗秀思是法医，职业习惯不用香水，香水只可能来自何校长的身上。哎，没错，是哎。我还以为是什么铁证。没错，我是喷了香水。那又怎么样？喷香水犯法吗？我只是不知道方晴有哮喘，有什么问题吗？好、哦，不知道方晴有哮喘，那这份报告中吸入剂上为什么会有你的指纹？指纹一定是刚才在教务处救方晴时留下的，你们不是也看见了吗？方晴的吸入剂拿来了。当然，如果按照何校长原本的计划，吸入剂会由何校长递到方晴手上，那留下指纹也就说得通了。不过可惜的是，吸入剂刚到门口就被打断了，在教务处内何校长根本没有碰过吸入剂，所以吸入剂上的指纹只有可能是案发之前留下的。所以吸入剂上的指纹只有可能是案发之前留下的。啊！不对，我刚才记错了，我刚才去教室找过诗雨，看见吸入剂掉在地上就随手捡起来了，一定是那时候留下的。诗雨，快说，你当时也看见了对不对？还愣着干什么？快说句话。够了，我原本以为你只是没法接受我变成残废的事实，才顺着你装骨折喝你给的汤药，没想到居然喝了一个月自己的骨灰，还害死了其他人。直到我不用吸管的只有妈妈和明翰，明知道这样我还是不想相信。妈，面对现实吧。你诗雨。何校长，请冷静。诗雨，你没事吧？住手。小张，拉开他。我做这些都是为了谁？还不都是为了你？你的腿这样一辈子全完了。我从没觉得变成残疾人生就完了，是你觉得。我也从没让你去杀人。大师说的对，我这辈子嫁一命，遇人不淑生了私生子，到头连自己的孩子都是白眼狼。何校长，到此为止吧。吸入剂是方晴的随身物品，要想下毒只有在校内，也就是说毒物应该还在校内，立刻搜查校长办公室。是。毒物找到了吗？找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吸入剂上根本没有留下清晰指纹，没有确凿证据时，像刚才那样炸嫌疑人是有风险的，这次只是侥幸。这不叫侥幸，这叫合理推断，兵不厌诈。如果坐着等毫无疑问的证据，那这世上的罪犯十个里有八个要逍遥法外。可是我说过吧，不能干涉我的办案手段，我们的目的是制止犯罪，现在毒物搜出来了，犯人认罪了，死者也得到了公道，目的已经达到了，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什么叫有什么好担心？你这样是不符合规定的，这种灰色手段一旦出了差错，你会是什么下场你知道吗？钱队。嗯，这是何校长的平板，上面有些奇怪的邮件，你们瞅瞅。这是什么？密码吗？有新邮件？不是，密码研究的怎么样了？密码个数是三的倍数，很可能是三个一组 ABC 的模式， B 位和 C 位都是三十以下的数字。何校长是历史系出身，解密方法应该不会太复杂。首先考虑密码本加密，
密码本加密，那是什么？就是每组密码对应一本书的页数、行数和第几个字，比如249203，就代表某本书的第249页、第20行、第3个字。哦，怪不得你让人把何校长办公室和家里所有书都搬过来。不过，不至于吧？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这叫暴力穷举法，一本也不能放过。你那边呢？调查怎么样？光花派的事，何校长还是一个字都不说。见脑计划的送货员也查过了，临时工，身份信息都是假的，人早就不知去向。至于那封邮件，跳转过多个海外服务器，信息部门也没法追踪 IP。 对方有能黑入市政系统、删除监控录像的手段，邮件当然不会那么好查。删掉路边的监控、毒物的来源、尸体死后的处理，还有那封挑衅的邮件，这些明显不是何校长一个人能做到的。我们面对的很可能是一个组织，明显不是何校长一个人能做到的。我们面对的很可能是一个组织。哟，都下班半天了，你俩怎么还在这儿研究啊？说好的王菠萝今天出院请客，就等你们了。啊，我给忘了。我就不去了，我对人多的场合不感兴趣。啊，那可不行，滕科长是王菠萝救命恩人呀，你不去他下谁去？必须去。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劳逸结合，快走快走。等等。走吧。神探，神棍还差不多。好像好像，前队本队。被前队看见了，咱们都得玩。怎么突然不说话了？掉线了吗？叫你神棍的事，对不起。没关系，把玻璃钱赔了就行。多少？你还真是实在啊，不用了。这次如果不是靠你，王伯洛可能就直接躺进太平间了。我不是什么聪明人，也没文化，只能使点蛮力，有点算点。一天没吃饭还真有点饿了，吃完还得加班呢。走吧，快进去吧。啊，好香。你刚出院能吃这个？吃是不能吃，但清淡寡水一周多，闻味它也解馋啊。前队，这你就不懂了，表姐最爱吃火锅，王菠萝特意问过我。不过这家的南瓜粥和豆奶真是没得说，美滋滋。哦，味道怎么样？像不像奶茶？总之，庆祝王伯洛出院，案件大破。多谢滕科长和前队救我狗命。你吃这四五种药，不能喝酒。哈哈，那就以茶代。我替他喝了。你倒是实在，酒量差成这样还非要挡酒，是没长心啊还是没长脑？老板现在去哪儿？先把这个老实人送回家。啊，忘了问他家在哪儿了。
打的用户已关机。一个个都关机，商量好的吗？老板，那现在去哪儿？回家吧。是楼上的动静。出什么事了？没事，稍等。吓我一跳，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年纪轻轻的抖什么抖？你又没喝多。是副作用吗？一定要吃药才睡得着吗？是又怎么样？这是我的私事，你管得着吗？既然醒了，就赶紧回家吧，别打扰我休息。好吧，明天单位见。喂，又怎么了？而且又闹起来了，打伤了好几个护士，还偷走了护士站的剪刀。哎，他吵着要见你，快过来看一眼吧。好，知道了。得过去看看了。大夫，复查结果怎么样？根据 CT 和核磁，患者的大脑没有任何器质性的病变，但患者还是对外界刺激没有反应。已经两年了，我看你们尝试过的方法也不少了，还是不考虑电休克疗法了？不。可是。绝对不。绝对不。可是对于木僵症，目前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手段，科学对大脑了解还是太有限了。那患者的家属呢？家属是什么意见？我是他的监护人。哦，这样啊。大夫，还有别的办法吗？任何办法？这个您放心说，即便不是常规疗法也行，就算不成，我也绝对不会给陈医生添麻烦。有一个建议，不是诊断啊，只是建议，不能保证一定有效。您说。根据患者大脑的核磁影像来看，脑活动的模式很像是清醒梦。有一种可能，患者其实一直处在梦境中。清醒梦？对，有意识，但是醒不过来，就是老百姓俗称的鬼压床。既然是梦境，就有可能被唤醒。患者有对什么东西表现出特别的反应吗？比如眼神转动一类。只有上周去单位收拾旧卷宗时，他眼神好像动了一下。也可能是我看错了。以前有过这种现象吗？没有。以前怕刺激到他，所以我从没跟他提起过去的案子。既然这样，我建议不如多刺激试试。比如带患者去以前去过的地方，就地重游，说不定能唤醒患者的反应呢。还记得这里吗？
火锅吃得好撑啊，去看个电影再回家。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算我一个？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没看路。啊，没事没事，怪我堵在门口发呆。您这衣服都弄脏了，要不要紧啊？哦，实在不好意思，要不你加我微信，回头赔给你。加微信？真爱上了墙，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富杰啊，听说你把老滕家那小子弄回来了。哈哈哈！马局，你看你真不见外，不用叫副局，叫局长就行。哼，副局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那孩子是有点本事，但本事跟偏执就一念之差。别忘了滕月书是怎么废的。哎，这次德茂的事，虽然跟你们滨江就隔一条街，但毕竟是我们江南区的案子。你想要的话可以给你。这次德茂的事，你想要的话可以给你。你看这是哪儿的话，这么邪性难搞的案子，我们滨江区不寻思帮帮忙吗？但我有个条件。马叔。嗯。小钱小雨进来。哟，你俩这又是怎么回事啊？别别扭扭的。没事，昨晚没睡好。李叔叫我们有什么事吗？得，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管不了，看看新案子吧。德茂商场的老板吴东吉昨晚被人脑壳灌油，点了天灯。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虽然说、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爱情却让生活更加美丽。那个小张前辈啊，咱能不能换首歌呀？都循环一早上了。是吗？德茂商场不是在江南区吗？李局从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怎么会特意把案子要过来？钱队，那你刚才为啥不直接问李局啊？问了，他说保卫人民安全是调查组的本分，为民除害不拘片区。这话要是换个人说，我说不定真信了。头顶覆灯火，脚坠见风轻，这手法不觉得奇怪吗？确实是，有什么门道吗？哼，早就想问了是吧，非绷着劲等我说。这位吴老板1965年5月18日生人，乙巳逢壬申，命格灯花福建，本是贵格，应主容貌清秀，身形风流。清秀，这怎么看都是五花三层吧。确实，凡命格评判讲究入形入格，这位吴老板虽得了格，可惜却坏了神形，不堪大贵。啊，滕科长还会看这个？能帮我看看吗？我94年属狗的。王伯禄，滕科长分析这些是为了研究凶手布局的动机，不是让你算命的。是舰队，我知错了。其实凡命理之说，不信自然就没有，终究事在人为。对对对，滕科长说的对。只是凶杀案虽多，但会按照方术来杀人的可没那么常见吧。你的意思是这件事也和那个光花派有联系吗？嗯，
只是可能。小张，开导航了吗？还有多久到？快了，马上到。我昨晚刚好来这边看电影来着，知道条近路。您就是钱队长吧？我是江南区的刘思，我们马局长交代过了，这案子就辛苦你们了。你好，麻烦你了。这位是被害人的秘书周明深，周小姐会配合你们了解情况，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你好，调查官，我是吴总的秘书。周小姐不用这么客气。哎，怎么是你啊？好巧啊。是你啊。这电梯可真不大。因为是直通八层吴总办公室的私人电梯，不是商用，所以设计的小了点。而且只有七层到八层，出入电梯都要刷虹膜才行。哎，这按键的位置好低啊。因为老板他近两年行动不便，平时都是坐轮椅的。行动不便？死者的腿脚有什么问题吗？那倒不是，老板他只是身材比较富态，所以走路有些吃力。管这个叫富态，语言的艺术真是博大精深。管这个叫富态，语言的艺术真是博大精深。这电梯是办公室的唯一出口吗？算是吧，而且有虹膜权限的除了老板只有我和另外两名同事。这么说是不是显得我很可疑？周小姐别担心，有钱队和腾科长在，一定会调查清楚的，我们不会随便抓人的。既然这里就是案发现场，那另外两个有进门权限的人是谁？是老板的助理肖安迪和司机老傅。对了，老傅好像是昨晚第一个发现尸体的，这会儿他们都在下面七楼会客厅等着问话呢。小张，你先去调一下监控和电梯记录，顺便问一下苗秀思收到尸体没。是。下楼也需要刷虹膜的，我来帮你。谢谢。特意支开张铁柱让他避嫌，你是在怀疑周秘书吗？事情没清楚前，每个相关人都是有嫌疑的。小张还年轻，避一避嫌也好。哇，这照片上的小鲜肉是谁啊？是死者的儿子吗？那个啊，老板没结过婚，这是老板本人，大概20多年前吧。这跟这差距也太大了吧，应该放在这张挂墙上才对吧。其实老板本人倒是更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桌上年轻那张是肖助理坚持要放的。为啥？这我也不太清楚，等会儿你们问肖助理本人好了。刚才问到电梯是不是唯一入口，你说算是吧，意思是其实还有别的入口对吗？这个嘛，您是说这道门吗？确实是有一条消防通道来着，不过这条路已经2年多不能走人了。那个椅子现实中还是第一次见到。怎么说呢，老板是有些特殊癖好。不过老板那体型坐不进去吧，是谁在用？别问我，我真的不知道。椅子？这是有什么特殊用途的椅子吗？别问了，这么多氧气瓶
死者有吸氧的习惯吗？哦，那个，老板每天晚上休息前都会做一小时氧疗，空瓶还没来得及回收。哇，还真是氧气！滕科长刚才没看商标，怎么知道里面装的是氧气？常识。根据工业行规，为了便于识别，不同的气体必须喷涂特定的颜色，只有氧气的气瓶是蓝色。嗯，没错，我也是伺候老板做氧疗之后才知道这件事的。哎，当秘书还要伺候这种事吗？说是秘书，其实更像是保姆加护工加清洁工，老板的饮食起居都要照顾。一个员工掰成三瓣用，这老板是猪扒皮吧？王伯洛，不要对被害人不敬。我这还不算什么，老夫更惨。老夫？那个司机吗？差不多是该去询问一下相关人员了。现场这边还有什么问题吗？嗯，还有一个不确定的猜想。周小姐，有商场的建筑平面图吗？麻烦帮我找一份。啊，好的。资料上写你的名字叫魏国伟，不是姓傅？啊，老板他不太记人名字，上一任司机叫老傅就叫习惯了。我倒无所谓，有钱拿就行，叫啥一样。按记录，你是尸体的第一发现人，对吗？啊，对。昨晚9点到9点半之间，你在哪儿？做什么？在地下停车场等老板。哎，对了，停车场应该有监控的。因为老板8点多打个电话，说9点半有事要外出，让我先去停车场等着。哎，喂，吴总，有什么事吗？别下班，9点半送我去江桥酒店。哦，好。我等到10点还没见老板下来，这电话也不接，就上楼看了一眼。啊，老板！没想到，老板已经……啊，老板！老板已经。你和死者吴东吉有什么矛盾吗？没有没有，绝对没有。老板一直挺照顾我，我感激还来不及呢。我怎么可能会和老板有矛盾呢？你工资是多少？啊？工资多少？干了几年？工作时长？啊，这个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吗？请正面回答这个问题。6年了，7天无休。3000，还真是猪扒皮。但是，总不至于为了这个怀疑我吧？好了，我问完了，下一个。怎么又问话呀？之前那个女调查官不都已经问过一遍了吗？还让不让人回家了？好，那就问点之前没问过的。你跟死者是什么关系？我是他助理，之前说过了。哼。是吗？普通助理不会无缘无故在桌上放老板的照片，何况一个助理，靠工资可买不起你这身真行头。眼睛还挺毒，算你识货。还有，楼梯间里的那些器具，应该也是你用的吧？至少，有人是这么暗示的。是四眼妹，还是老傅告诉你的？没错，那死肥猪要求多得很，老娘挣的也是辛苦钱了。所以你的工作到底是？哟，这位黑皮靓仔，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这还用问吗？我们各取所需了。各取所需。昨晚9点到9点半，你在干什么？昨晚在1楼的服装店试衣服，楼下的柜姐可以作证。另外，我还告诉你，可别因为我跟那胖子有一腿，就怀疑我。那个司机老傅，还有土里土气的四眼妹，可都比我能耐多了。好、哦，怎么讲？本来老娘不爱背后说人坏话。但既然他们捅出我那档烂事，那我也不客气了。以你的条件，出去别想找到工作，大不了鱼死网破。
老夫上周刚因为涨工资的事跟老板吵过架，还威胁过鱼死网破什么的，我不小心听见的。至于那个四眼妹，别看样子唯唯诺诺土里土气，背后搞人凶着呢。之前有个柜姐啊，实在不小心弄坏了她的眼镜，没关系，她表面上说不用赔没关系，实际啊却暗戳戳记住人家名牌上的名字，转头就投送到总部，让柜姐丢了工作。这么阴险的人，吴东吉把人家当丫鬟使唤，还动不动就骂，要说他不记仇我可不信。哎呀，倒是老娘，胖子变成死胖子，老娘的金饭碗也得跟着陪葬，这里面最亏的就是我了。哎，看您这气质也是个贵主儿，要不以后您雇我，要是跟您这样的，我可以消费降级穿美斯特做一都行哦。放肆、哎、开玩笑的开玩笑的，调查官别生气有点意思。周小姐，之前托你找的建筑平面图拿来了，这是复印件。这条通道的上面通向哪里？哦，这就是通向老板办公室的那条消防通道，不过八楼的口已经被杂物堵死了，因为这事儿我们还被消防罚过好几次。果然是这样。怎么了？发现什么问题了吗？别。开修生伤，杜景死惊。这个我见过，是八卦阵，对吧？准确来说，叫八门遁甲。生门东北居艮宫，死者的办公室正是建在生门的方位，本是镇守财源之意。这种布局确实很常见，然而却有一大忌：生门绝不可见血，见血谓之信，不可见血，见血谓之信。信意为血迹，根据意图不同呢，又分为阳信和阴信。阳信为杀生求吉，阴信为忌命破运。死者遭遇的正是后者，生门血信是最凶险的一种。你的意思是，凶手杀吴东吉是为了破商场的财运？嗯，只是猜测，也可能是出于别的动机，歪打正着。可是我们商场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竞争对手啊。周小姐，死者平时相信方术吗？或者有没有此类的朋友？不不，正相反，老板一向最反感迷信了，之前还因为有人传迷信谣言赶走过员工呢。哦，就是楼下八宝莉的柜姐，因为工作时议论商场风水。我跟你说啊，你看这商场这么火，其实是建在坟地上的，说不定还做过什么奇怪的法事呢。啊，不会吧，好可怕啊。不巧被学社的老板听到，就问我那柜姐是谁。刚好我之前被他碰坏了眼镜，所以记着名牌上的名字，就随口告诉老板了。结果老板联系了品牌方的店长，那名柜姐隔天就被开除了。我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这柜姐叫什么名字？我只记得她叫金哲，但是她现在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另外，昨天晚上九点到九点半，请问您在哪里？昨晚啊，我八点半左右就下班离开公司了，结果出门时不小心撞到了张调查员。怎么了？哎，屏幕不亮了。张调查员的手机还被弄湿坏掉了，我说要赔，他愣是不让。给你、啊、谢谢。所以就请他吃冰淇淋赔礼道歉，待到大概九点半左右回家。怪不得昨天张铁柱的手机关机。你当时知道他是调查员吗？不不，我们昨天只是聊了些电影的事。没想到他也喜欢80年代香港僵尸片，还收藏了艺术的全套旧版 VCD。 结果一不小心聊太入迷，居然连名字都忘了问。还真是什么人有什么缘分，
前队，监控齐了，顺便苗组长那边有消息。看来是时候开个会了。嗯。小张，把监控和电梯记录整理出来。是。莫不露，叫金哲的售货员联系的怎么样了？联系上了，不过人在郊区，下午才能赶到。这是什么？哦，李局亲自订的慰问盒饭，四菜一汤呢。也是，都下午了，把苗组长叫过来一起，咱们边吃边说吧。好嘞。开饭了，开饭了，饿了饿啦，四菜一汤我来了，醋溜土豆丝，土豆炖冬瓜，辣椒土豆片，茯苓炸炸，咋全是素菜呀、啊？知足吧，嫂子管得严，老李头一个月就200次房钱，还自掏腰包请吃饭，不错了。趁热吃吧。嗯，哟，还送了包脆脆肠。你瘦，给你补补。苗组长，验尸报告怎么样了？啊，尸体挺新鲜的，脑浆还热乎着呢，就是有点烤熟了，跟豆腐脑似的。跟之前初步判断的一样，死亡时间大致在昨晚9点到9点半，现场没有外人指纹。尸体脑壳中灌入的是机油，成分与办公室工具箱里的采样一致。双眼被挖去，伤口整齐无外翻，可以确定是死后造成的。那死因是什么？问得好，死因是窒息，没有挣扎迹象。窒息？可是窒息不应该很痛苦吗？怎么会没有挣扎？如果是吸入高纯度单纯窒息性气体，就不会痛苦。没错，正是。单纯窒息性气体，那又是啥？比如氨气、甲烷或惰性气体一类，常有人用来自杀。呼吸反射主要取决于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浓度过高时就会产生窒息感。但如果是吸入窒息性气体一类，身体就不会意识到缺氧，甚至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意识。不过无痛这点有争议，死者的大脑、内脏会水肿渗血，有可能是明明很痛苦却做不出反应，连挣扎都做不到。意思是有人偷换了气瓶内的气体吗？意思是有人偷换了气瓶内的气体吗？用打气筒吗？不如说直接替换气瓶再喷漆更实际一点。小张，叫现场留守的人调查一下气瓶。好嘞，马上。啊，那最可疑的不就是周秘书了？帮老板吸氧就是他的活吧？不，恰恰相反，尸体伤口是死后造成的，吴东吉死亡时间在9点以后，周秘书却是8点30离开的，时间矛盾。而且周小姐昨晚一直跟我在一起。哦，昨晚一直。啊，不是一直，吃完冰淇淋就各回各家了。嗯，不管怎么说，替换气瓶这件事，能自由出入办公室的三人确实都能做到。可是案发时三个人都有不在场证明啊，还有监控记录。这年头还有人用手机铃声啊？就备用机房改震动了。喂，现场那边来消息了，滕科长说的没错，气瓶里果然有一个有问题。让他们把那个二皮脸的气瓶运回见识科。放着我来吧。谢谢。那我先回去干活了。哦，辛苦苗组长。小张，汇报一下监控和电梯记录。是，这是昨晚的监控视频。9点，司机魏国伟在地下停车场，直到10点才离开。8点45到10点，肖助理在一楼商铺试衣服。昨晚8点35，周秘书离开商场。监控视频与三位当事人描述的大致相符。另外，
进入办公室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电梯，一条是消防通道。其中消防通道被杂物堵死，且没有通行痕迹。通往八楼的私人电梯没有监控，只有虹膜所记录。8:30是周秘书下楼离开，10:05是司机上楼报警。也就是说，有问题的是中间吴东吉这两条。整理完毕。哇，人不可貌相，小张前面还挺能干的嘛。这夸的怎么这么别扭啊？9:30的记录不难理解，应该是凶手利用死者的眼球离开现场。问题在于9:03这个。关于这个，一共有3种可能。第一种是吴东吉本人带凶手上楼，那没有电梯权限也可以实施犯罪，凶手就有可能是3人之外的人。但是根据周秘书的证词，8:30离开时，吴东吉尚在办公室内。那8:30到9:03之间，吴东吉又是如何下楼，并且没有留下记录的呢？第二种可能是，凶手用吴东吉的眼球上楼，但同样的矛盾，吴东吉的眼球又是如何出现在楼下凶手的手中呢？最后，还有一种可能，第三种可能，只是个猜想，还有矛盾之处，信息还不够。之前司机老傅说接到死者电话，是在什么时间？8:35，要再叫他过来吗？有些新问题，还需要再问他一次。钱队长，外面有个叫魏国伟的，说要找你们汇报情况。哼，说曹操，曹操到。王伯洛，去倒杯水来吧。OK。谢谢调查官同志。这是怎么了？没事儿，刚跟老婆吵架来着，不碍事儿，不碍事儿。就算夫妻吵架，暴力也是违法的。嗨，他也不是故意的，意外，意外。你看，我老婆也手下留情了，还特意留了一只眼给我开锁用。哇，老哥乐观，难得楷模。别笑话我了，哎呀，这有人管是福啊。小兄弟，你以后就知道了。所以，是有什么新情况要汇报吗？是有一件事，本来寻死的人都死了，不该再嚼人舌根的，结果刚才让我老婆一通，非让我来跟你们说清楚。榆木脑袋，好个老实厚道不嚼舌根啊！这恰好都怀疑到你头上了，去，赶紧去跟检察官解释清楚。好，好。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吧，昨天晚上老板要去江桥酒店，是去面试新助理的。新助理？哪种？就，哎，你懂我意思吧？肖助理知道这件事吗？我只知道老板打算换掉肖助理，至于肖助理知不知道，咱就不知道了。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你仔细回想一下。好，你说。昨晚跟死者通话时，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奇怪的地方，没什么呀。电话里确实是老板的声音，有问有答的，也不像是录音呐。哎，吴总，有什么事吗？背景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噪音之类的？背景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噪音之类的？特别的噪音？哎，有，声不大，您不提我都没想起来。电话背景里头好像听到了两声滴滴。果然是用这种方法。那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曾科长又明白啥了？我咋没跟上思路？钱队，你跟得上吗？曾科长，到底想明白啥了？快说说呗。急死我了。王伯洛，消停会儿。等滕科长准备好自然会解释，现在先等惊蛰。你要是实在闲，就去那堆书里碰碰运气，试试之前何校长留下的密码是哪一本。哦，其实我也不是什么事都明白啊。比如老夫为什么宁愿为3000块当牛做马，也不愿意辞职呢？可能不是他不愿意，
而是不敢。你看过魏国伟的档案吗？看过，45岁，退伍兵，高中文凭，有老婆和一个高三的女儿。怎么了？20多年来，他的履历除了司机和保安，没做过别的工作。现在45岁了，找工作对他来说没那么容易了。按他的财务状况，这个月没工资，下个月就要全家断粮，孩子马上高考，根本冒不起失业的风险。3000真的能养家糊口吗？能，别说3000，1000都能，而且大有人在。穷有穷的活法，有的人吃顿方便面都算改善伙食，加根火腿肠就是过年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如果年轻时知道规划，就不至于此了。这话也不能说是错，只是不是人人都能有好出身和好头脑。哦，你这是在同情吗？不，不是同情，谁也没资格同情谁，只是大部分人情有可原。人的精力限制视野，视野又局限能力，这是个死循环。他们并不是不够努力，如果交换身份，你我不一定能做得更好。或许你说得对，可说到底，人的路都是自己选的。你的圈子里接触不到这些人，没法理解也正常。对有些人来说，选择本身就是个很奢侈的东西。马太效应吗？什么效应的我不懂，但钱不是一切。老夫看着倒是比你开心多了。众生皆苦，众生自得其乐。明明看着像个木头，倒是总能说出让人意外的话来。你好，打扰一下。嗯？请问不健全犯罪科怎么走？调查官，我已经从德茂离职半个月了。德茂商场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呀。事发时我正在江美新商场上班呢。放心，我们只是想向你了解一点灵异传闻。灵异传闻？什么意思啊？如果吴东吉真的讨厌方寿灵异，就不会按照八门遁甲修建商场，更不至于因为听到几句谣言就开除员工。除非那传闻并不是谣言，而是事实。谣言？原来我不是因为弄坏周秘书眼镜的事被开除的，错怪他了吗？金女士，请你回忆一下，吴东吉巡视那天，你当时说的灵异传闻具体是什么？我本来也只是听说，没太当真的。据说德茂商场那块地以前是个乱坟岗，打地基时总打不下去。可恶，基柱又断了，真是太邪门了。后来据说找高人指点，打了升桩才顺利建成。升桩是什么意思？传闻出自鲁班书，童男童女活埋地基，可冲煞镇邪。小孩？可惜我们没有权利，也不可能只因为一个传闻就去拆掉整座商场挖地基。放心，凡沾因果必有痕迹，如果凶手动机确实与打升桩这件事有关的话，我们只要先解决眼前的案子，之后必能从凶手的口中了解此事的原委。可是三名相关人的档案上都没有失踪的幼年亲属或者儿女。不过全信资料不如没资料，档案是死的，人却是活的。你的意思是？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档案不准在基层不算少见，调查应以实际经验为准。怪不得，这样就解释得通了。唉，原来是这样，居然被这么简单的手段耍得团团转。你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吗？是，多亏你刚才那句，让我想明白了另一个关键疑问。金小姐，我想向你借一样东西。
调查官同志，叫我们过来是有调查结果了吗？那还卖什么关子呀？让我猜猜，凶手就在我们中间，是吗？嫌疑人的确锁定了，但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各位配合验证，请大家耐心。首先，凶手是如何进入八楼办公室的？魏师傅，昨晚跟吴东吉的电话里，你说听到一个滴滴声，对吗？对，没错。有，声不大，您不提我都没想起来。电话背景里头好像听到了两声滴滴。当时你听见的？我的LV限量款。是不是这个声音？对，就是这个声音。我的大宝贝儿啊。造成的损失我个人会双倍赔偿给你们，包括你们为配合办案耽误的工时。真的吗？调查官可真是个好人啊。太好了，帮了大忙了，谢谢。周小姐离开的电梯记录是8:30，凶手拿着吴东吉的眼球上楼是在9:03，而魏师傅在电话里听见电梯警报声是在昨晚8:35左右。原来是这样，这就是你之前说的第三种可能吗？什么意思啊？什么第三种可能啊？我之前说过，关于凶手上楼的方法一共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吴东吉本人带凶手上楼，那没有电梯权限也可以实施犯罪，凶手就有可能是三人之外的人。但是根据周秘书的证词，8:30时吴东吉尚在办公室内，那8:30到9:03之间，吴东吉又是如何下楼并且没有留下记录的呢？第二种可能是凶手用吴东吉的眼球上楼，但同样的矛盾，吴东吉的眼球又是如何出现在楼下凶手的手中呢？前两种假设都有矛盾，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那就是凶手其实本来就在办公室里，9:03的上楼记录是凶手为迷惑视听杀人后才特意伪造的。前队曾科长，凶手到底是谁啊？我还是没听明白。这个手段的关键在于，电梯记录的是按键刷虹膜的时间，而不是电梯实际到达的时间，而这两个时间并不等同。如果在8:30刷虹膜按下电梯，然后用手提包一类的物品阻止电梯关门下行，这部电梯并不会自动取消下行命令，只会不断的开关门，等到障碍消除再延迟执行。电梯上的下行记录虽然是8:30，但实际上凶手却可以于8:35到9:03之间杀人之后拿着死者的眼睛下楼，然后于9:03再上来。而8:30的电梯记录只有一个人，也就是说，你是说周小姐？但是不可能啊，我明明8:33在楼下碰见周小姐，我们从8:33一起待到将近10:00，她不可能同时在楼上杀，时间矛盾啊。没错，你遇见的的确是周小姐，但楼上的也是周小姐。周小姐，麻烦你回答一个问题，请先摘下眼镜。请问工牌上的工号数字是多少？我看不清。当然看不清，周小姐是高度近视，对吧？根据周小姐手中镜片的厚度，应该是至少600度的高度近视。然而金哲向周小姐道歉时，没有戴眼镜的周小姐却能清楚辨认工牌上的姓名和工号。我当时戴了隐形，没有人规定不可以同时戴隐形和平光镜，这不能证明什么。很好，不错的理由。那么再问一个问题，可以请你用左眼解锁电梯吗？我没有录左眼虹膜，只录了右眼。是吗？那为什么魏师傅录的却是双眼呢？你看我老婆也手下留情了，还特意留了一只眼给我开锁用。当时换虹膜锁不是特意要求都录双眼的吗？
是周秘书安排露露的呀？没错没错，我的也是双眼。周秘书说自己只露了一只眼睛，的确有些奇怪，但这和不在场证明到底有什么关系？听说过盲人分袜子的故事吗？两个盲人各买了一双黑色和一双白色，一共四双袜子，但两人突然摔了一跤，四双袜子混在了一起。请问要如何区分使每人可以得到一双黑袜子和一双白袜子？啊，这题我会，以前啊在脑筋急转弯书上见过，只要把每双袜子拆开，一人一只，最后每人就能得到一双黑一双白了。没错，一人一只，拆开再重组，仍然是一对，视网膜锁也是一样。意思是周小姐同样录入了双眼虹膜，只不过左眼录入的却是另外一个人。可是虽然虹膜锁可以录入双人，但如果两人相貌不同，人前使用仍会穿帮。除非周明生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一模一样的人。近视的前后矛盾，无法用左眼解锁电梯，8:30到9:30同时出现在8楼和楼下，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就是周明生是出于某种原因轮流共用一个身份的双胞胎。不会吧，藏这么深，没听说过周秘书有双胞胎姐妹啊。的确，我一开始也被档案误导，没有考虑双胞胎，因为不论身份证、出生证明、学籍，20多年来的档案都只有周明生一个人，生活中也没有双胞胎的迹象，是我阅历不足导致思维局限，直到听到那句话才想明白原因。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档案不准在基层不算少见，调查应以实际经验为准。复杂的原因就是计划生育。不对呀，双胞胎不违反计划生育，不算超生，没有必要特意隐瞒的。没错，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周家到底为什么要隐瞒双胞胎呢？这件事就关系到杀害吴东吉的真正动机，而这涉及到另一项过时的地区性规定，叫做一胎半政策。一胎半？前队，什么是一胎半？从1984年开始，一部分农村地区出于男性劳动力考虑，一胎是女儿的，允许生二胎，但如果一胎是双胞胎，即使是女儿也不允许再生二胎。有的父母为了要男孩二胎，做出很多荒唐疯狂的事。周明生的父母不惜让两个女儿一辈子共用一个身份，也要隐瞒双胞胎的真相，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周家不仅不是独生家庭，而且应该还有第三个孩子。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患有近视并且一直用右眼解锁电梯的周明生 A， 而金哲那天遇到的应该是视力良好的周明生 B。 实在不好意思。没关系。首先两人调换了气瓶，氦气常用来充庆典气球，不难买到。昨晚8:30，周明生 B 解锁电梯按下下行键后，却并没有在当时下楼，而是找了个借口留在了8楼。哎呀，电梯坏掉了，我叫人修，等会儿再走。与此同时，周明生 A 假装刚下班，8:33与张铁柱在楼下相遇，制造不在场证明。随后楼上的周明生 B 给吴东吉准备好了氦气。吴总，该吸氧了。而期间8:35，吴东吉给司机魏国伟打了个电话。哎，老傅，先别下班。烦死了，修电梯的人怎么还不来？您别急，马上就好了。吴东吉死后用工具间的维修工具挖出眼球，做完这一切的周明生 B 拿开阻挡电梯门的手提包，利用早在8:30就按下的电梯下楼。9:03，周明生 B
用吴东杰的眼球解锁电梯，留下记录，原路返回楼上。造成一种9:03，凶手才由吴东杰领到八楼的假象。返回现场的周明深臂，用绳索制造出吴东杰生前被束缚的假象，企图利用体力差距，进一步洗脱自己的嫌疑。随后周明深臂处理现场遗留，并更换衣物。最后9:30，周明深臂用吴东杰的眼球离开现场。这个手段的关键在于，电梯记录的是按键刷虹膜的时间，而不是电梯实际到达的时间。这个时间差为周明深臂提供了充足的作案时间。而8:30到9:30这段时间，周明深 A 却一直在楼下，与小张一起伪造不在场证明。周秘书，真的是这样吗？我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我没有双胞胎，也没有什么弟弟。到底有没有，你我说了都不算，证据才算。既然已经有具体目标，只要找到另一个周明深和他身上的证物，就能验证。剩下的就交给我吧。分三个方向行动。首先，排查9:30到10:05商场的出入监控，仔细寻找监控中身形体貌与周明深类似的目标，对方很可能做了一定的伪装。这件事就交给钱队，这方面我来负责吧。我与嫌疑人有过接触，对其相貌更熟，而且我也想要确认。好。其次，不排除目标仍隐藏在德茂大厦中的可能，大厦必须地毯式搜索一遍，寻找目标或可能被遗弃的证物，必要时寻求其他片区帮助。我们江南区可以再出些人手，这案子本来就是我们片区的活。辛苦。另外，派2名警员前往周明深家蹲守。嫌疑人不敢用周明深的身份证，无法乘坐飞机火车出城。排查附近网吧、影院、黑旅馆的入住记录。行动。是。我还并没有得到关键证据，只凭推理就布置出这么多人力，合适吗？你就不怕万一我的推理是错的，连累一群人做无用功吗？这不是连累，只要为了破案，任何尝试都不是无用功。他们也应该早有这种觉悟，怕犯错的话什么都做不了。而且我相信你的推理。被相信还真是件让人掉头发的事。真的一模一样。周明深、周明友，根据吴东吉办公司虹膜锁，分别与你们左眼、右眼符合。周明友，根据昨晚商场门口的监控，9:35，你戴着口罩离开商场，乘坐车牌为宾 A6899 的出租车前往旅馆，是否属实？是，没错。那又怎么样？调查官，我们的确是双胞胎，但吴东吉的死与我们没有关系。我妹妹昨天只是恰好在逛商场而已。周明友，刚才在旅馆抓捕时，你匆忙吞下的物品是什么？别动。我们怀疑你在销毁与本案有关的证据，请如实回答。我再问一次，你当时吞下的是什么？我再问一次，你当时吞下的是什么？我妹平时爱吃零食，最爱吃巧克力豆，对吧，明友？没错，我当时吃的就是巧克力豆。怎么，难道还要剥开肚子检查吗？这对姐妹实在难缠，得想个办法分开询问。巧克力豆，是吗？最好如此。比起丢弃或者藏匿，吞下证物虽然生猛，但确实是个能彻底销毁证物的方便办法。可惜，你们知道吴东杰为什么行动不便，经常需要吸氧吗？不是因为胖吗？根据尸检报告，吴东杰的大脑中发现了软病毒，这是一种蛋白质病毒，
起初，患者仅感到头痛及关节疼痛，好痛，好痛。到中期，行走困难，肢体颤抖，无法控制运动，而到了晚期，会丧失记忆，进行性痴呆，神经异常，最后失禁，大笑着死去。而这种病毒的主要传染途径就是食用病肉，包括眼球。我不记得吴东吉有那种病。当然，大概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种病活着的时候很难发现，只有验尸做脑切片才能查出，同时一旦发病，无药可医。现在是凌晨12点，距离你吞下某样东西不到2个小时，现在吐出来还来得及哦。你吃的只是巧克力豆，宁瑶，冷静。对不起，宁瑶。小张，跟着他，取样化验。明白。吴东吉行动不便，真的是因为有软病毒吗？不，我骗你们的，他就是单纯的胖而已。我就知道，明友就是性子急，禁不住炸。不过这样也好，至少在牢房里，终于能坦坦荡荡有自己的身份，不用再做半个人了。你们到底为什么做这些事？15年前。我们的宝贝儿，太好了，我们有儿子了。我和明友6岁的时候，弟弟终于出生了。为了多分宅基地，弟弟最后在户口表面上过继给了大伯，但我和明友共用的身份已经无法恢复。父母要干农活，我和明友要照顾弟弟，只能轮流上学。弟弟很吵，很不懂事，一发脾气就薅我们头发，但是我们都得让着他，因为他是弟弟。就你不给我买糖，弄在作业本上乱画，这是明生写了1宿的作业。什么学呀，女娃早晚要嫁人，学那么多有什么用？哦，明浩不哭不哭啊，我们明浩就是聪明，画得真好啊。哦，不。我们都习惯了，碗里3块肉，3块都是弟弟的，我们只敢加土豆。明浩，多吃点长身体啊。吃肉吃肉。我讨厌他，如果没有他就好了。那天轮到我照顾弟弟，我去村口小卖部给他买糖，出门正好撞见。姐姐姐姐，闭嘴，搞快点。我没有追上去。把明浩还给我们啊！你怎么不把自己给弄丢了呢？啊！我弄丢了弟弟，面对父母的埋怨和打骂，我本来没有什么感觉，但我后来还是后悔了。你在画什么？以后我要赚钱买大房子，姐姐和我每人一间，还要给姐姐买自行车，这样就不用走很远上学了。原来我讨厌的不是弟弟，是偏心的父母。我安慰自己，
家里穷得叮当响，弟弟说不定被拐去有钱人家过上好日子去了。我甚至暗自羡慕，幻想当初被拐走的是我，说不定就能天天有学上，天天有肉吃。可能我是女孩，人贩子都不稀的拐吧。那么后来你是从何处知道你弟弟的下落的？从哪知道的不重要，总之直到一年前我才知道，原来弟弟没去什么有钱人家，吴东吉为了打声状杀了我弟弟，就埋在这座商场的地基下。姐姐，每晚梦里我都站在原点，看着弟弟对我喊，姐姐救我，我不配做人。前队，好消息，周明友的呕吐物中果然发现未消化的人体组织，属于眼球部分。恭喜破案，终于可以下班了。怎么气氛这么沉重啊？如果能按我安排的昨晚马上吞掉，或许结果会不一样，不过毕竟不是真巧克力豆，已经难为他了。前队，滕科长，我找到了。找到什么了？光花派邮件的密码呀，刚才我……等等，别在这说，出去再说。啊，是。光花派？怎么，你听过这个名字吗？当然，我就是从他们口中得知弟弟的线索。现在看来，我们怕不是让人当枪使了，不过都无所谓了。你是怎么联系上观花派的？你们想找观花派是吗？我可以帮你们，但我有一个条件。好，我再听。很简单，气瓶是我调换的，人是我杀的，主谋是我，我妹妹只是被我利用误吞眼球，最多算作伪证。我希望我们都认同这个事实。如果我们未能达成这个共识呢？那么我就算牢底坐穿，也想不起关于观花派的一个字。哼，很有勇气。当然，如果连承担最坏后果的准备都没有，还杀什么人？看得出来你跟刚才那个傻大哥不同，你我一样是个结果主义者，我们这种人能越过表面的是非规则，看到事情的最优解。明友危害性不大，而早点抓到观花派就能阻止更多人受害，不是吗？有意思，不过有一点你错了，你说的那个傻大哥并不傻，相反他是我见过的人中最有大智慧的，你我皆不能及。你的条件我可以帮你向检察机关争取，但并不是因为被你的伎俩说服。哦，那是因为什么呢？为了大多数人情有可原。情有可原是吗？你听说过关洛音吗？怎么，又没轮到我出场吗？哎，真可惜，我可准备了些好东西呢。谨慎一点，这种事没必要亲自动手，你只是保险方案。可是上次也只是客串了宋耀临时工，哎，我好无聊啊。你这种愉悦犯，早晚栽在无聊上。要不要给他们来点无伤大雅的小提示？就一点儿，随便你。110，退房。王伯洛，先说密码的事。
从何校长的藏书里释出密码本是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二版资本论，按滕科长给的规则分别对照页码、行数、字数，何校长电脑中的邮件内容是读的是会有人来提供，按大师说的做。解除的其他邮件里还有骨灰奶茶的详细计划安排，包括后续尸体和监控处理。嗯，这是很重要的信息，总算坐实了光花派与案件的联系，辛苦。嘿嘿，不辛苦不辛苦，其实没花什么功夫，我第一本就试中了，可能我从小运气好，抽奖百发百中的。哦，怪不得喝奶茶也能中 SSR。 果然跟刚才周明生交代的内容差不多，整个计划几乎是观花派一手定制的，可是为了什么呢？目前看来，观花派在有计划的利用方术煽动一系列犯罪，从犯周明勇因吞食眼球已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主要犯罪嫌疑人周明生等下会移交给江南区看守所候审。还有时间，小张，你去负责交接一下。啊，去吧。谢谢前队。德茂商场的案子虽然结了，但观花派的调查才刚刚开始，明天是周末，好好休息养足精神，解散。昨晚跟我碰见与聊天的内容也是你计划内的吗？我说不是，你信吗？你那时为什么要说出声庄传说的事？如果你不提起金哲被开除的真相，我们或许就不会往大案有误上想。也许大概因为我潜意识里其实是想让你们知道的，就像我错算了明友的勇气，也高估了自己的理性，我弟弟和被活埋在地基里的孩子们应该被知道，他们在我心底几乎要将真相喊出来。怎么了？哭丧着脸？我去坐牢都没你沉重。这么脆弱没前途的，破了案应该开心才对。不用自责，昨晚就算没遇见你，也会遇见个小李小王什么的，结果不会有什么不同。以后别那么容易被人骗了。